第一战术战斗机联队来代表台南市188万市民，来跟我们劳苦功高的国军弟兄来致上最高的敬意跟谢意。这段时间台海似乎不大平静，但是看到战斗机频频升空啊，来捍卫我们的领空，我们个人也是代表市民表示最高的崇敬之意啊。民敬军，军爱民，这句话是口头禅，但是正当国家面临需要的时候，正当全民的安危都仰赖我们国军弟兄来保障的时候，这句话特别让人感觉深刻。那么这段时间国军弟兄辛苦，尤其我们空军，不管是空勤不管是地勤，大家都非常努力。那我们借这个机会让中秋节还没到，让我们空军弟兄提前过中秋，谢谢各位弟兄的努力辛苦跟付出国人同感敬意跟谢意。那也祝福我们国军弟兄中秋佳节快乐。谢谢。那个对中共现在军机最近就是频频的一个升空，然后侵扰台湾的空域那这个行为对台湾来讲是一个挑衅的行为。那市长对中共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顾虑？他们还没到我们领空了，到我们领空就糟糕了但是他们一直在海峡中线附近以及我国防空识别区附近来滋扰，这点我们当然是非常的无法接受，而且我相信台湾民众都是同仇敌忾的。那面对我们空军弟兄以非常有效率有迅速的方式能够确保我国领空以及空域的安全，这点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空军弟兄。那对于中共空军的一个无理的滋扰，我们表示遗憾跟谴责。对，尤其中国又说呛说这个台湾中国跟台湾之间的所谓没有海峡中线的这个说法，那这个市长跟自己的看法是所谓的海峡中线当然是一条无形的线，也是一个过去大家所基于共识所累积下来的。那今天有一方要破坏共识，有一方要这个破坏现状，那么责任就在那一方。所谓这个维持现状是两方的共同的一个共同的了解。那中共如果有一方他们自己要做这个破坏现状的动作，那当然不仅是我们无法接受，我相信国际也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单方挑衅的行为。好，谢谢。OK， 谢谢。自证龙正恒。谢谢市长。
谢谢。谢师长，谢师长，有记得往左手，李挺往左手拿，左手拿李挺，对对对，来，准备，准备，让我们一起谢谢师长，谢谢。那个时候是致赠给防疫英雄，我们现在是致赠给保家卫国的英雄。谢谢各位，谢谢总统命名的命，再次谢谢市长，谢谢市长，开始。谢谢市长。我们有没有荣幸跟市长合个影？荣幸，请所有的市长，哎，长官过来。我们合拍两张照片，第一张当我喊台南市政府时，请大家竖起右手大拇指并喊赞，一、二、三，台南市政府赞。再来一次哦，台南市政府赞。一战到今年在征战赞。第二张，让我喊一连队，请大家高数右手并喊张立强，一、二、三，一连队，张立强。